看车，好好看车。我去，我去。高兴不？啊，马上下冰雹了，高兴不？听说今天的冰雹个还大呢。哎，你说有没有像我这么大个冰雹呢？对，像你这么大个的，砸你。砸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得砸车。谁干的？谁这么缺德？啊？谁净干这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？你把被蒙上了，冰雹来了怎么砸坑？带，撒开，给我撒开，滚，过来。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啥钱都挣啊？你不能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，你知道不？你咋想的啊？这活是你介绍的呀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你有个同学开修配厂，然后砸完了以后提成600，我200，你400。那是过去的我了，现在我变成一个好孩子了。我都能改，你为什么不能改呢？大琴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在我心里边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懂事的孩子，是一个有道德的孩子。你跟谁俩孩子孩子呢？我比你大10来岁。马灿，你说的是不？这事不干了是吧？不干了，钱不挣了呗？不挣了。行，没关系。我大不了我损失200，你是400呀，倩儿啊，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，你想一想，小敏丽是不是过两天就过生日了？如果没有这个钱，你拿什么给她过生日？如果没有这个钱，你拿什么给你心爱的女人，让她高兴呢？呆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周贝，周。你走，你走，你挣你少你挣，行。什么？你拿400不周，你拿200的周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周我周。万事俱备，就等可爱的冰雹来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宝贝。这怎么周的？不是，我说我不周，你非让我周吗？你说周完以后，比刚才干的还严实呢。我你周，你周，你周去。拿400的干活就不如拿200的，还得我去。就等可爱的冰雹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宝贝儿。他咋会动呢？是啊，刚才不是这个造型啊。咱俩一起收，一起收，行吗？一、二，来吧，宝贝儿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大胡子，干啥呢？这宝贝儿，宝贝儿的。干啥呢？大胡，你跟我没关系。他，你找他，你吵吵啥宝贝儿呢？大姐夫啊，我太需要这个背了。怎么的？我有病啊！啊？不是我冷，我需要盖着它，我暖和暖和身子。怎么的？你感冒了啊？是吗？啊，行，那行，那你先陪上一会儿，好不好？行，好。等会儿啊，我接个电话去啊。这还有一条呢，怎么样？这智商？成功的把被子披到我身上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耶，夏总，咱俩商量一下啊啊，就关于分钱这事儿的，我觉得46不太合适，应该55分成，300我300，凭啥呀？不凭啥？嗯，好，嗯，大琴呐，啊，怎么的，真病了呀？啊，哎呀妈呀，你这咋这一头汗呢？这是冷汗吗？是吗？啊，你这样这样，来来来，不行啊，我带你到医院去一趟吧，好不？不用，大姐夫，我这个病啊，
就只能盖被了。是吗？啊，大姐，我这么的啊，你看那边车上吧，还有几床被，不行你就都把它给我拿过来。